帮你做个提醒，你只是正在酝酿一场很高的传奇，来自最大观的传递，需要的只是世界故事之间平平，什么我才不管你，除掉你所有的机关性，我没有空，什么都没有也没关系，我还有梦到存款，当时只想真的舒服和期待，但现在却已意外，比过去扛得重，这个每次给我突然懂得所谓烟到尽头，但我忘记可是忘掉一切造成一波，我这也是我此生写的最后一首老舍歌，那我该如何记载呢？于是我找了路，找了你会痛的什么乐曲，可能是很多的我给你最爱的一首，但是你甚至还没到什么梦，过两年你才开始写歌，写到现在是个老舍歌手，能帮你把这首歌做成你最爱的样子，你最爱的你最疯，或许十年后还是这样子，听到黑袍歌声跟着点头，尽管你听到现在头早就开始点，想起二十年前为什么会玩到神，为什么吵架又为什么重考呢，想起一路走到这里，你值得为自己骄傲，但未来的路再没走，我不免感到焦躁，总是缅怀过去，你很少想以后，能把我写写对话，如果必须自己做淡定，以后世界发现以前台湾也有这种音乐，我可以 You gotta believe me、你应该算是发了，如果我能改变得了成能力，你应该算是发了，你是否还在吃药，是否回到从前只能否定，但他们吃下哪里大了，是否现在你会同意说你是否又把他们给他们的故事都记住，希望看到他们不再因为那些不快乐，是否这些愿望希望你早做到了，还有以前那些玩音乐的朋友，不管在做什么应该各有各的成就，如果还有联络请帮我问候他们，你在我这样的岁数是跟他们一起混对了，我们到最后能把你身体弄坏，我会再次要求希望你还能做爱，我真要往你的去吧，我会给你到达把你真心交给你，我希望你可以努力到他，如果想起什么谢谢什么还我，给你孩子听跟他说你是我，如果他喜欢跟我他不同说你是我，超难听黑板就像你是我，有写说叫你们衣着要很随便吗？这样子不是变成只有我一个人是二百五了吗？哎，这是很嘻哈的一个黄袍，哎，黄袍加身啊！啊，蛋堡也穿得那么帅，只有我一个人这么 casual。没有，因为我在家就这么穿。你们在家睡觉不是自己的睡衣哦、喔？那个去后阳台的时候会穿这样。不是，我看到那个汤姆克鲁斯那个《明日边境》有睡觉有穿这样子、欸。我觉得这是比较像那种吧。太空舱那个星际效应那种，是人魔之类的。人魔、欸，这样子不太好啦、今天有没有很开心啊？我们是不是没有说我们每次都是加料加到爆？我看到那个蛋堡的歌单开了快三十首歌，我腿都快软了这样。那你们还在那边骗什么八点半、八点四十？然后今天我特别要说一下，今天我们特地为了台中这一场哦，别人视之为文化沙漠，我们视之为就是，很多可以开发的地方。对对对对对。而且我想讲的就是，因为我们大家都讨论说台中的票都很难卖，这每个歌手的痛这样子。原因就是因为听说，就是因为我讲没关系啊，反正要卸任，就那个听说那个胡市长都提供很多免费的表演给你们看，对不对？啊，没关系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让你们看看那个花了1400或1500就可以得到这么多这样子。就是音乐还是要付费的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我等一下哪有钱买枇杷膏？对对对，要老命。对啊，那上次那个加花路那一场，就是有人在下面给我留言说，可不可以你们下次来唱爵士音乐节啊？各位编辑，我们决定，我们这场之后，你们有来看的人之后，我们这一年内来台中表演，如果是商演的话，我们都做了超级阳春的。好，可以哦，超阳春的。好，唱卡拉。
DJ 也不用带了啦，卡了，卡了，而且音质很差，而且还主曲，怎么可能？那个付钱才看得到啊！还有我特别要说，就是我们虽然今天有一个，就是我们有烟机有没有？有那个泡泡机，然后我为了台中场，就我们视讯全部重做，耗资数十万。对，然后你们，我要问一下，你们在前排有没有闻到香味？有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眼罩把你遮起来，就是充分运用你的五感。就是我要在此宣布，就是那个，讲到这里已经有一种你要来台中选市长了。你这样不错，这样不错，这样不错，就是充分运用五感。我们在此，我们要在此宣布，就是。那个有各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就是嘻哈的表演，就因为颜色已经来到重新，就进入了所谓的 4DX 的时代了，好不好？下次香味我觉得会开更重一点，不然这样很像那种老外歌手，就是会为了遮狐臭，就一些香水喷很多，前排都闻得到那种程度而已。对，啊，我没喷，我没喷，他没喷，他都没喷。然后他刚才讲都感触了什么的东西，我要讲就是。我们因为时间很有限，我们要讲就是改变这样子。就今年就是也选举也翻盘了，相信你们可能都有去投票，才有这个结果。没关系，投胡志强也没关系，就是也是改变这样子。这个真的可以重振。我想要讲什么？对，改变。然后今年本来我们有说，我要先跟大家道歉。去年我们本来在那个 TICC 有说我们今年要办小巨蛋，结果没有办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改变，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。你自己说，蛋宝，你有什么变化？现在为人父了，为人父。就是，我告诉你们，刚才什么叫改变？就是除了翻盘之外，就是除了柯P选上之外，就是连蛋宝这种风一般的男子都已经生小孩，你相信吗？再来，最后再给大家更多信心。我要最后讲，就是刚刚他戴眼罩的时候，看到很多从后面，我就监察看到很多情侣就这样子互相摸起来，然后亲来亲去这样。真的吗？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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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。以前这个地方不简单，我一定会很火大。我给你们眼罩不是这样用的。第三件改变的事情就是，本人结束十年单身，在两个月前交了新女朋友。所以还有更棒的事情吗？好不好？好，那最后就是，没，下次啊，那个付费的，那个下一次就是我们现在要怎样？给我软结一了，我很害羞，跟怎样？反正总之就是我们的颜色就是，不会，我很开心啊。对，那个就是小弟，那你最近有些什么改变吗？我改变了，人生有些什么改变吗？人生怎么改变哦？就是没朋友啊。身边没有多了一些。我终于知道我的改变，就是我以前终于知道为什么蛋宝跟蛋宝每次出国，他以前带女朋友的时候，他不太理我，我有点不爽。现在我了解那种感觉，其实就是蛮自然的，就自然而然就会带女朋友这样子。好，我要讲完了，最后要广告文了，就是今天这场演出很棒，明年我们再会办更多很棒的演出，然后。广告文就是12月31日，就是 Miss Cole 的第二张专辑终于要完成了，一定要去买，真的太屌了，真是太屌了，做到我跟蛋宝都快哭了。那个耗时非常久。对，处女座真的很恐怖，我跟你讲，这张专辑真的超屌的。然后那个他在1月10日会有个新歌的演唱会，在台北，我刚才看很多台北的朋友，请大家去支持，就我也会想，如果你们不喜，就是那个是蛋宝的歌迷，不想听 Miss Cole 的话。记得就是那场演出还会有我，拜托，还是要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今天来。不是啊，我是说有我是有我会出来讲话啊。我们是不是还有一首歌？对，还有一首歌。谢谢迪拉。迪拉去唱，迪拉唱，迪拉唱。